来，你来呀，你们想吃什么？说。不不不，点菜了。好，你说的点菜哈，你负责解决那就。啊！不！那你知道的，开车啊，开车让他讲，来开车。啊，还想开车？怎么真的不怕被封啊？他们好勇敢，他们也有怕，你知道吧？今天想听你解释运军在快本直播和王牌。快本啊，我好像快本和王牌的话都出了不少的那种翻新耶。啊，嗯，中间那玩具是战狼删掉的部分，看某人的眼神。王牌，我想一下，阿普，你记得那个王牌的话，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呀？王牌印象最深刻的。啊，阿普来了，车还去了。对不起。哎，应该要算是那个，嗯，哦，我妈她不让我爸碰那个爆炸的那个球那里吧。嗯，觉得好感，觉得好感动，不管什么时候都会保护他，是吧？哎，对，对，知道哦。我妈她有一个特点，就是她知道别人怕什么，她就会站去保护他。比如说，我之前看过一个她跟王嘉尔的一个节目，她之前是，王嘉尔是恐高嘛，然后她有一个惩罚是要蹦极还是什么，然后我妈就说：“我替你吧，你不是恐高吗？”她就说了一句。哦那个节目是什么什么好，反正是那个好多人一起的那个，对不对？嗯，当时对对对，哦对，他非常有胆，就有点那种抢镜头啊怎么样的。但说实话，我妈她就是真的是出于一个朋友的关怀，就是哦，我知道你恐高，我你不想要这么做，那么我来帮你吧，这样子。你看到了那个弹幕吧？我没有看到了。哦，这个他的保护欲，就是我之前一直在强调，不晓得你阿婷有没有就是发现，就是啊，可能就是一开始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就是从演唱会，别人就是安利我去看演唱会，我才认识他们的。然后像你们说的，一开始分零和一啊什么的，对我来说的话，我不分这个的。在我看来的话，就是一开始准确的来说，应该是 ZH 他对俊俊的话，他是更有保护欲的。在5月3号的时候，对俊俊一直是出于一种超强一种保护的欲望。他不仅呢要自己要管好自己的发言，也会管好对方的发言，然后管好所有人这种发言，然后包括俊俊也被他宠得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俊俊飞在他面前非常的孩子气，就是他的这种保护欲，所有人站错站不来折去。但是重要吗？也不重要吧，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啊，对不对？但是其实看我爸和我妈他们两个人自己的反应来看，他们对自己的定位还挺满意的。你到底啊？对，你可以开车，救命！我不开车，我要克制我自己。哎，我不想做直播的原因就在这里，我怕我一个不当心我就聊嗨了，说出一些不该说的东西来。我记得哎，就是像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些曲他好像每次在唱情歌的时候，哎，他总会下意识的去寻找俊俊啊，然后特别是他在改歌词的时候啊，因为像印象深刻就是他在唱那个《日日归根》的时候啊，一个是他唱的这个歌词是经过他篡改的啊，我有去看他之前就是唱这首歌的时候，
他明明白白的记得这首歌的原歌词是什么，但是在演唱会唱的时候，他还是就是按照他的心意来改，而且改之前的话，连续看了俊俊三次，包括在唱完了以后还要再看俊俊，唱完了以后非常高兴啊，昂首挺胸的去找俊俊。当时我就觉得，我就觉得 ZH 非常的傲娇啊，我说他们肯定有一点故事。对啊，他的那个情歌，他是有一个对象的，就是限定对着我爸记的。而且我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得，我做过一个那个他们俩以歌传情的视频，我做了起码有三个了，然后可能有的人没看过吧。那个里面我捋了时间线的，然后他们在组里面就这样子唱情歌，情歌对唱。好像是，而且他每一次都会去看他，都会去找他。他的情歌唱的是有目标的，有指向性的。我唱歌是要唱给固定的人听啊。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反应，还会要求对方，你到底听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要把你的感受告诉我，对不对？嗯，对。嗯。啊，对，我们看那个咖，就是演唱会那个咖，特别有意思啊。但是一直在找那个俊俊来跟他眼神啊进行这种链接，然后俊俊一直是无情的鼓掌机器啊，是不是？我还当时还看到你们有谁做那个视频说啊，最大的唯粉头子在这里，最大的氛围组，对，是氛围组跟我爸学习，好吧？而且这件事，他对他自己做的事情，他觉得正确的事情，是真的是非常的理直气壮的啊！他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拍手啊，这个时候要拍手，就算是这样去找他，都不能够影响他这个事情。我就是要鼓掌，是他老婆的独为啊，一抱来抱去的哪一段？是不是那一段我妈故意去抱了陈岭的那一段，故意抱陈岭的那一段是啊，我来回想一下，你记得吗？你先说一下。不，那一段我妈她就是有预谋的，但是她想要先故意抱陈，然后之后再去抱我爸，她想到的是就是抱完陈岭之后就这么结束了。哎，她还很诧异。我说你差一个鬼，这不是你自己作的吗？啊，一下我就想起来了，他是不是还说了一句？他说都是你，都怪你们，对不对？都怪底下的 NPC， 跑得也中枪，坐在台下都中枪。其实我觉得他比较诧异，就是算是比较，我也觉得他比较有预谋一点，就是从他那个一个是肢体上面的那种动作。他在抱住了那个陈琳以后，哎，然后就随着他跟那个俊俊的对话，然后他的手，哎，就是从就是紧抓着陈琳，然后开始就是不断的放松，然后搭在陈琳的肩上啊，就是心路历程，就是啊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焦虑啊，怀中的小陈琳就再也不香了，就不能抱了，你知道吧？哎，他一开始还说把你。说算计了，哎，这结果，哎，慢慢就变怂了呢。还翘脚了。嗯，对，他就你们发现了没有，一个是就是 ZH 他在紧张啊焦虑，然后心里有小很多小心思的时候，他就会把脚翘起来。他在这里翘脚还有在哪里，你们可以看一下，在那个就是 ZH 在和那个俊俊他们就是在唱天问的时候，哎啊，不是他那个一开始唱的时候好像是就是调太低了嘛，然后就没有跟上，然后这个时候你看他就是紧张焦虑，然后翘脚啊，有点心慌，然后最后还就是不断的理智的衣摆啊，这种安慰的反应啊，证明他内心就是非常的焦虑不安啊。同理可以证明啊，就是他不会翘脚啊，就证明他在那一刻还是心里面的波动还是比较偏向于就是有所焦虑的啊。陈琳，简单点来说就，
对，好想看画面。我可能没有想到吧。要不然你的声音，对，你的声音好像会一直有沙沙沙沙的声音，是因为你的电脑声音吗？嗯，有可能是我电脑的声音。嗯，等等，我再换一下。现在呢？现在也不行，还是卡。哎，无语。哎，你现在好了？啊，是吗？好了吗？好了。非常的清晰，我听你非常的。你那边，你那边开始放哪？你那边放那个声音，放那个放他们的演唱会吧。你说出来哪一段，然后我大概从脑子里面，然后跟你来讲也没有关系的。如果不细致的话，我们到时候再重新说，好吧？你来放。我那边放可能也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你也是用手机吗？嗯。没有，我跟你讲还好，我这里好像不是很那个，没有画面的话还好像昨天你知道他们都在弹幕里面都在打什么吗？都在打那个就是说那个快本直播的时候啊，说两个人玩推手游戏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那里描述什么，描述郑钧从那里突然然后他们底下人他们开车开了十几二十分钟没得停。就是硬如磐石了一下下，这个比喻，不是我这么说应该不会被封吧？应该不会，除非管理者他可能是老商人了，不然的话他可能封没有什么理由。我害得你被封，那就惨了。没有关系，哈，我不是太在意这个号，其实没有关系，你大胆的发言。好吧，你们想要听哪一些呀？大婚的那个表情啊？大婚，我遗憾可惜啊，是这样的，他们这个大婚的时候啊，在那个小群里面，然后有分析，我还记得跟你讲一下，那就是证据哎。阿姨你也一起想一下，就是他的证据就是在看着那个他们两个人结婚，不能说结婚两个字，他们俩举行婚礼的时候啊，证据就真的是不自觉的就是会去看 ZH 嘛，他第一在因为我是很在意 ZH 的感受啊，然后多番三次多番的话一直看 ZH， 然后 ZH 啊表示就是冻结反应的产生啊，整个人的话肢体僵硬，然后整个人冻住的反应啊，不敢动不敢看，只敢眼睛左右的瞟一下啊，证明就是 ZH 内心的话肯定就是有很多波动啊，他觉得他现在的话不能够做出很多的表情，或者不能做出更多的动作，用以来掩藏的时间里面真实的内心活动反应啊。那这个时候郑钧呢啊，我之前也一直有在强调，郑钧他是很了解 ZH 的想法的啊，他看 ZH 就没有反应的话，就肯定能够瞄准到 ZH 他的想法，就是希望就是郑钧的话就不要表现的太过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看，这一瞬间就变得非常的，应该说是非常的悲伤，或者说羡慕的感情一路啊，但是悲伤难过的感情是更多的，不自觉的就是嘴唇紧闭，然后抿起啊，然后下巴严重的这种突出啊，不断的就是在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啊，转身是不是因为灯光啊？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哈，就像你们一直在说那个，就是虽然说车辆脸红也是因为灯光，哪天底下哪有这么多灯光是智能灯光哈？啊，需要你点，哦，你灯光就来啊，需要你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就是灯光的效应，天下没有这么多巧合的好吗？请相信科学好吗？怎么全天下的巧合都在他们两个人身上了吗？对呀、啊，你排除掉一切所有的啊，所有的这种不可能啊，不是你剩下的就只有唯一的这种可能啊。你这种灯光哈，一次是巧合啊，脸红一次是巧合，然后转身一次是灯光的巧合，然后多次的转身还是灯光，那个灯光可能真的是智能灯光才能这么做到，你知道吗？对不对？啊，我看到好多人问这个，啊，然后啊，都是你们打岔，我刚刚又聊到哪里去了？嗯、啊，然后静静就是不断的就会去寻找就是这一句的反应，然后静静的反应就很大啊，委屈啊，羡慕啊，纠结、忧伤啊，他那个表情是脸上复合的这种反应啊，包括手上就拿嘛，不自觉的一只手，然后连续的晃啊，是在分散自己的这种注意力啊，他不想把自己的那种心情啊太过于表达，但是啊，但是我之前一直在强调，俊俊他就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人啊，他说的话可以跟他的表情不一致，但是他的表情却很能够反映出他内心真实的一种想法，也就是脸上非常藏着的事情啊，所以经常大家会觉得他特别的茶呀，特别的怎么样的，就是因为啊，然后第二个，他对自己的话啊是这种超强的自恋型的这种人格，他爱自己的话超过了一切啊。特别喜欢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非常完美、非常优秀的啊，所以他这种经常会做出这种高人一等、比较优越的这种心态啊，在他身上就有这种反应啊，像他这种不瞒你说，就典型的这种超优越的心态啊，接下来然后做出这种反应啊，然后做了这种游戏的制定者，然后来信任大家、信任我们啊，看见我们在为他们的感情啊。各种奔忙啊，在猜来猜去啊，我漏的都是我能漏的啊，我漏出来了，我制定了这个规则，你就要在我的规则里面然后寻找这个答案啊。他一旦有了这种优越的这种心态，那自然做出来的表情啊特别的欠，是不是啊？那种心态就非常的不良好啊，是不是要鼓励教育？你在老公那里听到了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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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不是吧？应该是在演唱会上面，不是应该？我记得有一个那个，然后他在 B 站上面，然后说有一个姐妹，然后嗓音特别大，你说你叫我，然后 ZH 当时，也是又出现了冻结反应啊。所以我说 ZH 他尴尬纠结的时候，第一时间是出现冻结反应啊，就是突然一下不动，整个表情都僵住啊，然后要不然就是轻轻的抿嘴啊，表达出自己的啊这种心入的这种纠结的这种感觉啊。你们那种叫老公，我相信100%他们是听到的啊。但是让我最疑惑的一点就是，龚俊真的是非常的理直气壮，叫老公对他来说一点反应都没有。反正不是他想听的老公，对象谁叫他老公不重要，反正他都已经听习惯了嘛。不是没有叫过，对不对？对，我在那个，就很多人私信发给我，就看那个就是在那直播的时候，不是有老公老师啊，对不对？非常的厉害，现在还
还有一个是那个我前面视频里面我也有提到过的，就是我妈她自己叫出来的那一声老公，她故意叫的。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你说一下。就是在他们两个伴郎直播的时候，那一段被剪掉了。然后那一段是，当那个放出来的博主他自己说了前情，就是说有一个摄影师问我爸能不能叫你老公，然后我爸当时那个反应是笑了一下，老公，然后我爸就直接喊老公。难怪他说他自己占便宜，老公老师，他们问你怎么看到的？我很想他们那真在网上没看到的呀，看到别人 report 了吗？对，那个视频放出来，是点了一下，就只有那个我爸的那一声笑，然后还有那个我妈的那一声的老公。我天，就是好天，要被你的爸妈洗脑了，真的被你一直这么强调他们。我因为我平时我跟我朋友聊天，我也是这样子的。夺爱之夺了所爱之后，两个人的同步反应。我记得我也分看他那个夺了所爱反应，他是有点故意去和我妈同步，但是我妈那个是直接下意识的一个反应，她就是那个听到了，本来你说夺人所爱吧，也可以说是夺台下观众所爱，你没有必要那个，对吧？她自己她还害羞了，往后走的，然后走也就算了，她还去看我爸，我此地无银三百两。对呀，他这种反应心理的话，之前也是这样分析啊。他第一时间在 ZH 啊，在多人那种交谈环境中，他突然就是跟那个衣服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啊，哈，明显就是衣服在跟他聊天，他突然就不会去理对方，第一时间就是会去找俊俊啊，那就说明就是这个夺人所爱，在他心里面的话啊，是踩他内心的这种红线啊，那他遇到了红线的这种反应的时候，第一时间去找俊俊啊，这我们可以就是倒推出这种行为理论是什么，那就是啊，平时这种各种情况下的话，义父在私下调侃他们的这种情形绝对不少。啊，那像 ZH 多半就是没能讲赢他，啊，讲不赢义父，你知道吗？所以他才会去找俊俊。啊，那就像俊俊他在底下私底下讲不赢，就是啊，能说啊讲，讲不赢那个黄又明吧，他就会去找那个 ZH， 是一样的道理的，啊。当然，我想就是 ZH 讲不赢义父的原因是，可能就是义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我觉得他的调侃的话，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不能播啊，你知道吗？啊，大家就一定要看他，就是在听到底下关，就是他在说出夺人所爱的时候，义父的反应，那就很有意思啊。他是要等到底下的观众就是高呼三秒啊，振作振作振作以后哈，然后给予义父足够这种反应，足够的这种情绪反馈以后，然后义父然后才说出夺人所爱四个字啊。而且他说这四个字说完了以后，根本鸟都不鸟他们两个，鸟都不鸟那个俊俊和 ZH， 他不在乎他们两个人的反应啊。那为什么会不在乎呢？啊，那就说明他有更在乎的事情，他更在乎底下观众的反应啊。那我们从由此又可以倒推出来哈，那就是那个义父他平时一定调侃他们俩调侃的特别多，那夺人所爱绝对他看腻了对方这种哈，听到他调侃以后的这种反应，所以他才会更希望听到底下观众的反应啊，因为调侃底下的观众的话，这种带来的刺激感会远优于他们两个人啊的反应的刺激感。像义父还说他俩都是水，很核心，是吗？对吧？对，水和水，这个话没有去看到。说说唯独会两个人偷笑，阿福你先说他们俩偷笑。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看对眼了，
看对眼了。冷水和我也好像看不了了。一见钟情。哎，我这边老是有电音，好烦呐、啊。对你这边的电音，为什么？我想，你是用手机跟我连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我不知道，我的麦有问题。你手机的麦有问题吗？应该是的吧。用耳机会好一点。我应该就是戴。我用的就是耳机。把耳机拔了。啊。回音吧，有没有回音？没有回音。但是拔了耳机会不会还是有电音啊？会。啊，那就是我的手机问题。你的手机坏了吗？我不知道，我重新连一下试试看。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吗？好了。啊，那行，刚才说到哪了来着？我就说，我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你就突然一下。连麦的时候，你那个就是用那个耳机的话，有耳机那种沙沙沙沙的声音，知道呗？嗯。妹妹真的存在一见钟情吗？一见钟情是存在的呀。那他们两个人一见钟情的话，我个人哈就是更趋向于，因为俊俊这种超自恋型人格的话，他可能啊就是可能看的话，可能是被他对方的颜值吸引，但是你要说就是全心全意一下子就是。就是跳过所有的话，然后直接进入这种现在这种状态，肯定是要很久的，肯定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对啊，就像我妈说的，她也说过，就是我爸是突然一下子，跟他变得熟络了起来，就是好像跟他开始玩啊闹啊，就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我爸已经下定决心要跟我妈怎么怎么样了，就发展出一段友情以上的。那种有听的哎呀谁对谁一见钟情我看到的话双方呀如果是说非要说唯独会上面的话那肯定就是对颜值还是有所考量会喜欢对方但是你说让他们就是感情方面就是非要说非常心动的反应了哈，我一直坚信一点，就是在那个第七天还是第八天的时候，在那个什么洞洞里面的时候，然后就是当时在就他是手上举着那个火把，然后火把灯光火那个摇曳之下，当时就是已经就是什么呀，已经导演喊了咔，不要再拍了，然后俊俊躺在对方的怀里，然后睁眼的时候一边看到了对方的那个。然后那个 ZH 然后也低头然后也看着他然后俊俊看了他大概两三秒以后他然后不自觉双眼开始高频率这种眨眼这种反应的话是典型的就是被电到的反应知道吧狗狗眼我脑子里面有画面而且这个人他的眼睛真的是虽然不大但是真的是特别的像对着说的哈孙老师的眼神啊特别的有杀伤力啊那个眉毛一下压然后那个眼睛一上目线是吧狗狗本体都出现了好狗的眼神啊真的好狗啊真的怎么所谓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怎么说呢包括就是这包括科学也是这么说的怎么样能够跨越性别去就是开启超越性别的这种感情的体验就两个字看脸知道吗长得不好看就没有这种体验了脸是真的很重要，尤其是那个哎，真的是一个非常看脸的一个圈子。他们看对方眼里都有光芒，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为让人
感觉到就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候，我们喜欢他们的时候都是喜欢他们眼中的对方啊，他们一个人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光芒万丈，一个人的时候一定会保护自己作为优先哈，因为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他们优先保护对方的这种行为让我们感动啊，我们才会慢慢的从他们，因为我们从比如我从 ZH 的眼中看俊俊，带有了 ZH 的那种情绪， ZH 眼中的俊俊是带有他柔光啊这种效应的，那么我们看俊俊也就会自带这一层光芒，然后去看他，觉得他真诚，觉得他可爱，然后觉得想要去了解他啊。然后像俊俊也是从俊俊的眼中看那个 ZH 啊，保护对我一个对我十分保护的前辈，不管我做什么啊，不管我做错了什么，他都会替我兜底，我可以放心的啊，在采访的时候休息都没有关系，不用再做一个非常警觉的一个行为，开启了光滤镜啊。我们就是你们为什么会喜欢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种下意识优先保护对方的行为是很难见到的。嗯，如果他们就是不说别的，如果他们就是只以自己为中心啊，就像我昨天就是分析的，就是城市花园那种花絮啊，俊俊啊哈，不管在采访还是什么时候，永远都是自己自我为中心，自己的这种立场来去介绍这部戏啊，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就没有办法能够感知得到他啊，感觉到他的这部戏，然后对或者说是对女主的这种感情是根本就一点都感受不到的。行了，你们总是被点一些乱七八糟的看，只要我一个不小心看到了这个弹幕，我就发现你们是在走歪的，你们知道吗？啊，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每次直播的时候都是一本正经的让他们讲纯情，然后他们就要开车。起码呀，想听啾咪。啊，你们还记得学弟说那个啾咪吗？哈，嗯，哼，两个大男人啾什么咪？嗯，超正经的话题知道吗？没有正常。啾咪啾什么呀？他们就兴奋起来了，你一说起他的话题，他们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啊，冷静冷静哈！啊，我们今天不开车，我们今天学人车。都怪你，你说的这一句话，你看他们是不是？啊，坐车开看看。不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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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我信你个鬼！底下说的，当时的情况下不就你跟开车？不能够开车，知道吧？这个我们那个什么网络啊，对吧？网络环境问题。我们来继续聊天。你们那聊什么了呢？我没得放，真的是好遗憾，都怪我，都怪我今天，没能把这个及时把它弄进来。阿紫，你那边放一下吧，你这边你那边放，你用那个电脑放，有没有音箱？然后放一下，然后边放这个声音出来，大家一块听，然后来阿姨，好吧。我这边的那个麦克风好，都怪进不进去。你们听我
都有点卡，如果说我来放的话，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苹果后续有声音就行了。讲讲为什么狗子忽然变帕金森患者，为什么他为什么帕金森你不懂吗？那他帕金森他左右摇摆的时候摇摆的那个对象是谁你不知道吗？就是我妈呀。对不对啊，他没有帕金森啊，对不对啊，他能站得很直，然后一个他啊，他也颈椎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他完全可以正常行走啊，好，正常直立行走的大好青年啊，就是 ZH 站在哪边他就往哪边倒啊，圣诞节在抖腿，他还一直抖腿啊，抖腿的话是内心就是高度自满的情况下啊，高度就是简单来说的话，他就是非常嘚瑟的情况下抖腿啊，那还有一个情况下非常放松的情况下也会抖腿啊，那你就要看他当时的那种啊联系，就是这种语境啊，联系他的那个行为啊，你们就可以猜一下到底在想什么。还有一种抖腿的情况下啊，那就是开车不宜说的这种情况，就救命啊，这种抖腿的话是学弟科普给我的，你的学弟好懂哦。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他那个各种吐槽吗？他吐槽都是人整狠哎，你知道吧？从男人的视角来看，之前不是有一个片段吗？你们就是你不知道，你看你知道不？我有没有讲过？就是当时就已经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再去啊，然后去摸他脸，是不是说你眼泪掉下来，我就怎么我就给亲回去来什么的，就是这一段，亲下去，就是这一段，然后这个时候哎，就学弟跟我科普了一点啊，一个就是你们那个时候要看一下俊俊，他好像就下半身的反应应该不是很太对劲啊哈，然后学弟然后就跟我说，他说对方在缓解他这种X 冲动哈啊，为什么就是通过这种就是腿之间就是不断的这种摩擦。啊，不但是抖啊，没用这种方式啊。然后当时他的言论震惊到我了，你知道吗？啊，因为我确实，咱们也不懂哈，懂吧？咱们也没有他了解。所以我爸，那个什么亲下去之后，不是我爸他那个反应，他是别过头去吗？他那个就是一个下意识远离刺激起源的一个反应嘛。再结合他下半身的反应，还有就是他的腿部的这种不自觉的这种动作哈。当时所以说刺激源就是我妈，哎，就是让他那个什么产生了一点什么反应。对这一部分可能值得你们去反复的观看，然后反复的放大了解的一种情况啊，看看真反应，发出来回味一下，能发吗？不能发呀，不能发，对，是就算如果剧组就丢过了嘛，我是倾向于他们剧组里面。手冲是手冲过了，有没有对过这个我不知道啊。手冲是肯定有的。你搞什么东西？啊，对不起，我就说嘛，哎，你们不要误导我。我就说我不喜欢直播的，我会不小心说出一点什么。啊，对，手冲咖啡啊，大家不要误会是手冲咖啡。
好了，这是手冲咖啡啊，是我爸给我妈手冲咖啡，我跟你讲，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爸他代言了那个雀巢的咖啡，对不对？能说代言吗？你看底下，你看底下的弹幕，他们相信吗？放圈圈。就是熬夜拍戏肯定得喝咖啡，你看你看人家都理解了，对不对？慌死我了，坏了，我的天哪，咖啡就这么吃，不行了，你加上弹幕真的是 N 倍的这种快乐，不行了，我的脸都吓红了。不行，我们换个话题吧，我换个话题，不要再讨论这个咖啡了，好吗？你带着他们没得提，你知道了。平时我跟我聊天就是这样子啊，我可能一下子忘了这个状态了。不行，我们要正常。这个话题不能再讲。我看到一块了，加糖浆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是我爸他之前就说过，他们天太热了，他那个不是糖水，他那个其实豆花，然后放了一会儿就馊掉了嘛，然后那个反应，其实他们放出来那段路透的那个反应，就是我爸他喝到了馊的豆花，然后去找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也闻了一下嘛，确实是馊掉了嘛，就要换掉，然后我妈就在那边啊恶搞，特别特别娇俏的那个样子，给他加勺糖水，给他加勺糖，这个样子啊，服了啊。对，好像我一直在馊掉豆花的问题。哎，你们看到吗？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要求你们不，就是你们不要看那个，看他们两个反应，你们看他正对面那个脸比较长的那个工作人员的反应哈，你还记得吗？他看到他们俩的时候，然后不自觉的这种偏过头，然后下巴向内收，然后是，不忍直视啊，不愿直视他们两个啊，然后那个就是在就向他添那个糖浆，然后两个人啊，你推我，我推你，拉拉扯扯的那个时候，然后对方一瞬间的姨母笑，你们还记得吗？笑的那个啊，然后还就是扭曲了起来，突然一下就是啊，就是脚，就是那个工作人员突然那个脚，然后开始就是。啊，像BH一样，然后那种脚翘了起来啊，原地抠出了30余米啊，无力啦，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原地抠出4G3装27，这视频，感觉你也是想要成为工作人员。啊，这个上下你不要危险吧，也知道吧。战狼直播说喝酒的时候两个人很微妙，我记得的话已经分析过这个喝酒的这个事情，没有分析一遍。那你们还要阿福，你听过我分析这个吗？这个我好像没有听过，哎，你可以再说一遍。那行，让我再说一遍啊！进来听到的人都听到了哈，不要反复 Q 我同样的问题，反复 Q 我，我在直播里面都说过了的啊。这一段的话，当时阿姨这一段醉酒的时候，是当时我跟学弟一起阿姨的，然后我们对这一段的话。然后学弟有进行精准的这种发言哈，是这样的，我们首先是要从他们的行为与表情哈来分析他们当时这种情况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这种事件的可能性比较大哈，是学弟啊，基本上啊跟他其实也挨到很多，就是 B 站不让放啊，乱放的话我到时候就会都传上来。首先是不是就是
一直在对方就是在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一直在拉扯，俊俊的话他的反应是啊，你可差不多不要说了，一直在不断的阻止对方，他在就是再去啊说出第二次想要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俊俊他做出了一个动作，他把就是靠近再去那只手，然后啊立起啊做出了一个立起的动作，然后手掌。手掌是指向对方，就是一种警告意味比较十足的动作啊，就是你要暂停你的发言，你不应该再继续把这个话题再继续下去啊。但是他这种行为是比较弱势态的啊，因为他的手掌推出去的那个范围啊不够远，还有他就是手肘和他的大手臂之间的话分的不够开，那么就说明他这种。如此意味的话是带有比较弱势态的这种心理啊，也就是他不敢就是在在群面前就是比较强势态阻止对方的这种举动，这就是他的想法啊。第二点呢，就是他同时嘴巴也是就是不自觉的就是劝导对方啊，做出了这种起始句，就希望对方不要再说啊。那接下去呢啊，他有没有收到这个指令？他收到了这个指令，并且他很明白就是。不应该说，或者说很懂对方想要什么，因为他做出什么反应，他在看到对方手立起的时候，第一时间，然后就接受到对方的信号，以后就不自觉就是眼睛向下，然后看向他自己的腿啊，这是典型的就是自我保护机制的开启啊，他在沉思，在思考啊，需不需要把这个话题说出来啊？但是他在思考了以后啊，很快他的肩膀然后就打开，这种肩膀这种打开就代表他内心的这种决策这种反应就出来了，就不需要看他会不会说，看他这种智慧的语言就知道，还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啊，我是一定要把我心里面的想法要说出来啊，所以他就说出来啊。怎么没有喝醉啊？喝醉了是你扛我回去的啊！然后俊俊在听到了对方这种发言以后啊，他的反应非常的奇怪啊，不自觉的啊，抿唇啊，然后嘴角向下啊，苦笑啊，然后整个人就是身体不自觉的向后后仰了一部分啊，然后再整个人的话是一种收缩这种反应啊，然后。重点是在实地，他在对两个人这种反应啊，经过他大脑加工以后，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哈，他的原话基本上比较不能够播哈，我就把它翻译成能播的话说出来啊，一个是这去为什么会一直要说啊。还有为什么俊俊啊，他在对方说出来了以后啊，是一种就是畏缩的这种反应啊，还有就是纵容畏缩，然后就是苦笑啊，那么就很有可能，首先啊，第一点，我们要分析，要了解，就是在去他是不是真的酒量不好啊？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呢，我就跟学弟稍微的科普了一下啊，我个人认为的话 ZH 他的酒量应该不至于太不好，这一点的话是从他们花絮，应该阿福你也记得花絮里面的话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两个在谈起酒量的时候啊，俊俊还说我喝不过你啊，那怎么呢？那这说明的话，最起码他们两个人就是有在酒量上面进行这种比较式的这种行为啊。那俊俊他自己首先说，他说我的酒量很好啊，然后就是说再去说你可得了吧，你是吧？你意思就是你还喝不过我。那么再去的话，那又怎么会是就是短短的几杯酒啊就能够醉晕的啊？是不是？啊，那么他为什么要醉晕啊？为什么要对方啊？要对方送他回去呢？啊，那这个啊，学弟的意思就是一起可以就是在灯光下研究剧本，就会比较的清晰明了一些。就友好的交谈一下啊，是不是友好的进行一种绘本啊，这种剧本的这种交流啊，在灯光下是啊，是吧？啊，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哈。那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俊俊和 ZH 的反应。ZH 为什么就是在主动
主动要对方把他送回去以后，然后明明是他占优势的这种情况下哈，他把对方调走了啊，为什么这种优势的情况下他要反复的提起啊啊，反复的提起这一件事情啊，然后俊俊的反应又很奇怪啊。啊，俊俊的反应，一种收住的那种反应哈，啊，然后再去说完了以后，就是啊，咬牙，然后腮帮凸起的那种反应，那么就可以说明就是再去啊，前半段啊，把对方啊，前半段对方扛他回去是他内心想要的，啊，那么后半段啊哈。后半段可能发生了他不是 ZH 意想当中想要的啊，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的话没有达到他内心想要的这种东西啊啊，雪弟的意思呢就是反过来，他说他可能就是啊想调对方，没想到自己被对方调了啊，所以觉得自己就吃亏了啊，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说出来啊，所以就是俊俊才会有这种畏缩啊，然后这种反常态的这种反应，而 ZH 则是就是啊有怒意啊，咬牙切齿这种反应啊，亏了，没必要，这也是救命，就是所有谈话的终点都会被你们这个。太像产出了啊，对，这是经过就是学弟他的脑子经过了他的反应然后说出来的哈，我们只能就是单纯的从这个他的行为里面啊，然后去猜测他的这种逻辑这种连贯性。阿福来了，来翻译成大白话我们听，他们喊你呢。就是我有一点想不通，其实他这个喝醉酒的这个时间线应该是偏早的，然后他们到底吃过几顿饭这个我们都还捋不清楚，因为他们在组里面那一次谈论到他们两个人要去比拼这个酒量的这个时候，我爸他就是有一副这种东西不能够在镜头前讲的这种反应，然后到了后来就是做节目的时候两个人又说出来，我爸他那个反应真的有点很奇怪。阻止对方的发言啊，然后包括结束了以后啊，身体不自觉的收缩跟反应啊，我们有生之年不晓得能不能知道哈，到底喝了几次酒啊，对不对，有生之年能不能了解到这个事情，希望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出一个回忆录之类的，就是啊，我在组里面的那四个月，我在组里的那些年，那些年我们吃过的饭，那些年我们看过的山，我的会，我直接录了，看过的湖。你情绪被酒听见了，不是父母爱情回忆录吗？四个月的寂寞，可以教一教这些橘子皮怎么谈恋爱呀？懒过的床单，救命！你真是太大胆了。他们的这些人在追着他们的不忍直视，半年没见，好像是主持人说等他们出书一孤身，拉倒吧，半年没见。他们的反应其实一开始就很奇怪，我说他们在巴萨的时候就已经就是俊俊就已经很强的这种反应就已经出现了呀，啊，超强的这种反应啊，我们两个人怎么样啊，还有就是啊，一直俊俊非常的就是要求他，俊俊的话他实际就是很分得清的，他的友谊的这种界限的话在他内心是非常清晰的啊，我送了你多少东西，所以啊我不要求你，但是你送了我多少东西，那么
那么作为自控力比较强的我，就会加一点钱送这个东西还你啊，我不会欠你的，我不需要欠你的，因为我们是等价交换这种平等的友情关系啊。像友情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它就是平等关系，主体是双方平等的啊，不存在我会让你，你会让我啊。所以说啊，我们就是为什么对方就是会在就是巴沙采访的时候一直要求再去啊，那个垫子是送我的吧啊，你说好了是送我的吧，是不是说好了要送，然后再去一直反应就是啊嗯啊啊不送啊，那不送什么，那我就拿可乐还给你啊，那怎么说一个可乐也没有垫子值钱，对不对啊？特别是他们之前一直在强调这个垫子多少还是价值有一些高的啊，这个情况下这个反而非常的理直气壮，就是啊拿可乐交换就可以，在他内心的话就有这种倾向就很明显，我跟你之间的话没有所谓的明显的界限，我跟你之间的价值的话啊，我们价值的这种取向的话不需要完全的同等啊，我可以用这种比较廉价的东西来换取你较为高昂的东西啊，因为我们之间的感情是超过了平等的这种友情的这种界限啊。阿福还不懂什么是买可乐，哼，我懂，学弟科普过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不是不懂，我是每次想要给你们讲其中就是比较温情的点啊，你们总是这样，嗯，我给你们谈纯情，你们就跟我谈色情，你小心很好，我不懂，你们真的不懂吗？啊？嗯，啊，学弟他们解释，他们快点明白装糊涂。对呀、啊，啊，可乐很贵哈，一口很费哈，你们不懂，你们再说不懂哈，你们吃开了比谁都厉害。啊，还有就是，我发现就是在。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他们巴沙采访不熟？我觉得他们巴沙采访的时候就已经很熟啊。阿福，你觉得吧？他们的那种啊，他们会时不时的，就是啊，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啊。不管是主持人啊，就是就是他的话题怎么展开啊，展开的结尾都是他们两个人啊，两个人就是自说自话，我说什么，然后你接什么，我说什么，而且他们的笑点也是非常的那种奇怪啊，是别人旁人就是不能理解这种笑点。比如说什么，这种仙鹤呀，好笑啊！我反正我们是不能。他剪了一段，我一直没有搞懂他为什么会笑成那个样子，这有什么好笑的？这中间是剪了一段，他到底说了什么剪的？这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啊，静静的大长腿啊，像仙鹤啊，好笑。嗯，巴沙的带我走，嗯，对。连唱多次啊，这还是之前说的呀，就是 ZH 他非常的会以歌传情啊，啊他特别是他传情还一定要对方的反应啊，他唱了不行，他唱完了你还要有反馈啊，不反馈的话我还要连着唱接着唱，唱到你有反应为止，那个时候竟然对是这样的，嗯，而且那个时候对方的各种虎狼之行，能够感受到吗？啊，对不对？啊，比如说什么啊，俊俊的这种啊，啊，这种小三发言，我跟你解释清楚，这句话你给我说清楚，这个事情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啊！到现在我都一直啊，一直印象深刻哈 啊，对方说了一句，就是我们啊，我们什么？啊，我跟龚老师的戏生演了这么久啊，他拒绝的反应的这个点就很奇怪，他不在乎对方讲替身这个事情，他在乎两个人啊，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事情啊，你们两个人怎么能背着我，然后偷偷呵呵的演，因为是我跟你演的啊，这个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一定要知道。
对，这是正宫抓小三的言论。有你好事，我都跟替身演了很久。点菜电击，阿福，你还记得电击的那个吗？就是赞扬的时候电击。嗯，记得。你要点菜，你们谈电击谈什么吗？啊，我只能跟你们谈温情的。你们想听什么？你们肯定不是想听我说的温情的。我印象最深刻的电击的就在于最后那一段，我妈这个电击的这个回这里，哎，当时我爸直接就说不可，哎，他就说明我妈他知道我妈他想要拿这个电击的来做什么，然后而且是，哎，你要说两个同事之间没点什么，凭什么你以什么立场来替他回绝掉这个东西，对吧？好像不太，好像当时好像是说他那个问俊俊他渴不渴，然后俊俊回了一句不渴，是不是？当时是我妈对着那个工作人员说的嘛，说可不可以拿一个回去？他当时我妈是问的工作人员，然后我爸是对着工作人员说的不渴，这样的吗？是吗？嗯。狗怕被电，对，能不能送我一个？对，说的是这个，我就记得就是整段电击的话，我就记得就是啊，俊俊他会下意识就是保护自己去啊，你看啊，就是自己被电的电的帕金森患者啊，他第一时间还是要就是把这个电击的这种东西关掉，然后让对方啊依旧因为对方说了一句啊好疼啊。这种，这种超强的这种啊，保护的这种欲望啊，越说越觉得这种，阿富你是单身吗？我昨天直播的时候，就是在为 Action 他们的那种事情 ，Action 他们上来的时候，越为 Action 我就心里越凉凉飕飕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一个，一个单身狗，为什么要成吨的？为什么要吃成吨的狗粮？我还要把这种成吨的狗粮，还要仔细观看，然后再加以就是加工诉说啊，这种双倍的那种受伤，你知道吗？无所谓了，我自己谈不谈恋爱无所谓了，他们两个人谈得开心就够了，反正我也找不到这样子的爱情，对不对？超幸运老铁，他俩的保护欲更，他俩谁的保护欲更强啊？他俩都互相都有很强的保护欲啊！你像这许为了他就是啊，怼多少人啊，对不对？啊，快本的时候啊，就是主持人就是啊，忽视俊俊的话，他一来也怼主持人啊，别人说不得俊俊的一句不好啊，包括他自己啊也会尽量去就是维护就是俊俊的这种啊在外面这种形象，但是俊俊就更俊俊的保护的这种行为的话其实就更对呀，我昨天不是一直在强调呀，我说俊俊在就是人微言轻的时候啊，在刚火的时候他就保护就已经很强了呀，在那个王牌直播的时候啊，那个吴彤导演是不是啊一直就是 Q 那个啊，一直舞到他们俩面前啊，然后一直就是 Q 那个 VH 说是不是就是粉丝怎么说分老公啊分老婆啊这样的啊，然后就是第一时间就会看那个 VH 了解他的那个反应啊，然后他的这个脚尖，然后一时脚尖不自觉的就向外啊，像那个什么，像吴彤导演方向就是伸出啊，他的攻击性就出来了，他非常的想阻止对方，但是一开始他没能做出来啊，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说俊俊的话刚火，整个人我相信的话，俊俊他刚火，他这种十八线的小演员的心态肯定在那个时候还是存在的，对不对？才几月份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啊，对方是个大导演啊，那种情况下他有这种攻击性
啊，为了再去有那种攻击性，然后在那个同城表演，然后再一次第二次这样再去发问，那、啊、是不是说老公老婆的时候，俊俊他就啊以往之前做出了一只啊做出了。啊，做出了勇敢的俊俊会做出的事情，阻止那个吴彤导演的发问。你没有发现吗？反而是再去他没有去阻止，他不高兴了，反而是就是俊俊会去保护他啊，一直在乎对方的那个反应。其实就是吴彤导演一直也是在调侃的是再去，只要再去就是表现出他不愿意被调侃，那么自然就是自然吴彤导演他就不应该再去调侃。反而是俊俊会代替对方去发言，代替对方去阻止这件事情，这就是俊俊他的保护欲的所在啊。他明明是自己把自己摆在了一种弱势态势的位置的情况下，还会愿意为了对方去勇往直前啊。那他的保护欲不强吗？我觉得他的保护欲很强啊。对啊，所以说他们两个人是互宠的呀。泳池我这还是卡，你这边还是卡。这样吧，我下麦吧，然后有什么我打字好了。好的，主要他们想要听你的那个，听你的笑声，知道吗？听你魔性的那么卡，你们还想听？不卡。没有。我这边能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是有电流的，特别大，而且很爆那个声音。没有呀，我听不到你的电流声啊。然后我这边我自己可以听到。这样我下吧，我到时候我听到你有什么点我需要补充的，我直接打字说好了。你点他一下，啊，行吧，行吧。没有电流，好的。我们听不到呀，比之前好多的不卡，别走。啊，你看我们这些 UP 主啊，为了就是短短的一个直播，是不是啊？啊，我就是主动的，然后就是改成那个充啊充什么，改成这个什么什么。啊，应该叫做啊，改成移动数据的这种来播放，然后对方啊，然后阿福就是不断的手机电脑，然后来回这种切换，啊，为了他们俩的感情啊，我们这群 NPC 有多么的拼命。我们还看演唱会吗？我是真的很想放啊，我这边用手机看的话，一切出页面里面又说听不到是。超 A 雨夜房车，再上吧，辛苦 UP 门了，孝心，孝心是什么鬼？首唱会什么故事？听老命，雨夜房车，雨夜房车的故事可能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清楚吧，对不对？一个密闭的这种空间啊，别人能知道什么呢？啊？就一张这种，啊，这种，啊，一张就是氛围感爆满的那种照片，啊，然后两个人的意有所指，啊，对不对？泳池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娇羞？我泳池里面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你们一直在要求我就是盘点，就是他为什么会说一滴都没有了，对不对？那你们问我，剧组，你们的这种话题，哎呀，我要在线，我要找阿福，你们这种话题，你们应该去问他好吗？稍微说俊子他们都不回答我，他俩老是会对他们自己知道的暗号。快本能分析当时其他嘉宾的反应吗？一进来就开车的意思。啊，我现在搞成这样子，又搞成电台，又没搞成电台的话，我还可以就是换成那种游戏的这种模式，换成游戏的模式的话，就又可以跟你们聊。
又可以给你们熬一下。首唱会他为什么会失落？首唱会的时候，我也说实话没怎么那个去，就是把他这个整个首唱会，然后就是去看一遍啊，都是大家零零碎碎，然后推给我看的啊，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一起让我问我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啊，就是 CH 在邀请俊俊来的时候啊，说他戴帽子的时候啊，然后会一瞬间脸红啊。然后你们就是在那个纠结那个灯的问题，啊，不用纠结啊，没有那么多智能的灯哈，灯不会智能啊，智能的只有人啊，人体的这种啊，体液这种智能这种调节才会让人就是脸红啊，让人就是脸变白呀 啊，对吧？演唱会最后俊俊的心跳隔着那么多层衣服都看得到。紧张的时候会，那就是他自己害羞。我们一直就是在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啊，为什么就是我们会突然会喜欢上他们两个人，而且突然会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感情这么的美好啊，你们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化学反应特别的那种强烈，他们不再是以前的这种状态了啊，像 ZH 的话，他变得是属于变得更加的温柔，更加的内敛，但是他的温柔我之前有所解析过啊，是因为他一开始就与自己的话就已经达成过一次和解，在他就是腿部受伤的时候，他这种就是比较温柔，比较母性，这面我不能这么说啊，比较就是啊内敛的这种状态就已经出现了。他在受过伤以后，就已经跟以前就是比较意气风发，比较这种阳光啊，然后这种非常直的这种啊。这种形象就已经有所区分了啊，这一点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就是他在拍戏的时候，其他的女演员对他那个，对他的这种评价来知道啊，别人的评价就是有妈妈般的光环，对不对啊？评价他是有母性的这种光环，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啊。啊，身上的这种啊棱角，它就已经就是向内收敛过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它跟就是几年以前看到的它变化其实不算太大，只是说它身上这种啊气质更加的明显啊，跟对方接触更加明显。那像俊俊他的气质的话，就变化的非常的这种明显啊，这就是你们说他这种啊初恋感的来源在哪里啊？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点。不是所有的第一次的恋爱就能叫做初恋，只有说就是真心的投入了这场感情的博弈当中，付出了你的真情，愿意接受对方，让对方对你的改变，你也愿意付出精力，付出时间，付出你的沉没成本去改变对方，影响对方哈，你们互相认知重新建立，重新就是撞击建立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们有了投入，有了这个过程，你们才是初恋这两个字准确的来源啊，而不是说我第一次谈了多少恋爱啊，谈了多少次啊，不是这么计算的啊。那像俊俊，我之前为什么一直会强调他是属于这种自恋型的这种人格哈啊？第一就是从他的各种表述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啊，第一就是俊俊啊，大家也知道他非常的啊，对我自己的自我认知程度啊，对他自己的外表是非常之满意啊。就没有他就是啊，整个人非常不满意的点哈啊。第二个就是。啊，他自我的认知程度非常的高哈，我就是高冷的这种男生，所以我不会去说我很有幽默感，我的幽默感其实不强，因为我自身是高冷的男生，我不会去，所以我从来不会去做出就是主动去逗别人开心的这个举动啊，你们觉得我好笑，只不过是我真诚的啊，做出我自己的。
选择做出了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让我们觉得他好笑，不过是因为这个大好的帅哥他比较接地气啊，他没有所谓的自己的这种形象的这种包袱啊。啊，对不对啊？但是为什么以前我们认知不到他是这样的人呢？因为没有人，因为我们没有透过再去打开他面对大众的这一扇紧闭的窗户，哈、啊，大家没有透过他外在的这一种啊，竖起的这种超强的这种啊边界感去打开他，然后去了解过他啊，所以我们一直知道以前就是。一直很多采访啊都会说，就是俊俊啊其实就是啊虽然憨，但是啊从来就是啊把自己做这种高冷，也没有说就是俊俊啊非常有幽默感，不存在这种事情，只能说他接地气是一直存在的，对不对啊？所以他不接受所有外界对他的这种改变，包括他的心态为什么一直都能很年轻，一直都能保持初心啊，就是因为他啊并没有接受这些世俗对他进行的这种改变啊，他内心的这种防御的这种机制非常的强大，对自己的话，对自我的认知足够强大的情况下啊，自我足够强大的情况下就能够不被外界所影响啊，我就是我，你没有办法能够改变我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多年以来俊俊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哈啊，不管是多少场戏下来啊，因为他这种啊不接受外界改变的这种心态，所以导致他之前这种感情戏其实是很难演好的，他没有办法像俊俊。他其实就像他说的，他就是这种剧情式的这种表演，他要有所这种经历，有所这种经验，他才能够表演的好啊。所以他这种一直之前超常的这种超常发挥、超稳定的这种啊，一直没有办法让大家就是啊对感情戏啊非常的这种上头啊，就是在这里他没有就是深刻的认知到、深刻的感受到这种感情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的去做出、流露出这样相对应的这种感情啊，因为他不接受输入，怎么能够做出输出呢？喝水呀、我的水壶在哪里呢？啊，我的水壶就在旁边。吻戏进步，经验，吻戏的进步不就是经验多了？如果 CH 没受伤，他俩的可能性不大。就像你们不是经常也听到一句话吗？他们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了对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一直在强调，就是在这场两个人啊互相博弈、互相融洽啊、互相保护对方这种啊感情这种博弈当中哈、做出改变哈、整个人改变更多的啊，一直不是 ZH， 他只是把他之前的啊特性啊放大给了大家看啊，他并不是说做出了实质性的这种改变，而做出实质性的改变的话，这个人是俊俊啊，他反而卸下他的心防啊，做出了以前他很多以前他不会去做的这种举动啊，整个人变得啊，整个人一下子变得就是。啊，与大家在与他与 CH 在一起的时候，最大的反应就是与大家这种隔阂、这种疏离感啊没有了，啊，与大家之间的这扇窗的话，他暂时给收起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发现啊，俊俊原来是一个啊非常会体贴人啊，非常会在意别人感情的这么一个人，啊。当然他在意的人可能对象有限啊，但是他确实是这么一个人啊，像以前我们
我们很少就会发，很少会去发觉他身上的这种优点啊，是因为他把他自己保护的太好，大家看到他的时候啊，觉得帅是帅啊，但是帅的就是千篇一律，帅的话没有那么多的闪光点来让大家去了解。如果说 ZH 他没有受伤，那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看过更早以前的采访，以前的直播？更早以前，我相信就是25、26岁的时候的 ZH， 就是现在的，就是没有经过改变以前的俊俊哈，啊，包括也是跟俊俊不在 ZH 身边的时候样子的俊俊哈，怎么说呢？啊，意气风发啊，以自我为绝对中心啊，然后超强的自我满足感哈，然后就是竞争欲望非常的强烈啊，包括就是，好，没受伤就是铁汉子啊，他的竞争欲啊，就是冲出了这种屏幕啊，对不对？这种情况下啊，你说他们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遇见，那怎么可能呢？没有一个人，没有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出退让啊，这种情况下，那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发展出比较超友谊的这种行为呢？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那最多只能发生出友谊友谊的这种行为哈。你是我的好兄弟，或者说啊，你是我的特别的好兄弟啊，对不对？兄弟，现在是你要我输还是要我赢啊？遇到了受伤前的自己。我来看一下你们弹幕说什么。白EZH吃醋，肥的醋劲更大。哎呀，这个我也说过呀，只能说两个人都其实是不相上下，因为俊俊他就是，哎呀，我好想跟你们阿姨呀，怎么办呢？我怎么跟你们阿姨呢？怎么做到这个事情呢？都挺大啊，对，福吉说的很对啊。你看怎么说呢？一个是俊俊啊，哈，他的处境呢是以比较孩子气的这种方式表达的啊，那就是我要什么，你这个时候就要给我什么，你只要满足了我这一刻的这种啊需求啊，那么我就立马能够有较高的这种满足感啊，哈。啊，所以这就是说俊俊好哄的这种原因啊，他的这种啊。哼，他的这种要求是比较孩子气的要求，而像 ZH 他的要求呢，啊，我有画面感，像包括腾讯会议吧，谁去开个房间？想听演唱会，我真的没有，我要是可以，我就给你们那个了，我就给你们搞了耶。3.4万哪有那么多的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我们今天对吧，妈咪是你，我要你关注我啊，你看你们的弹幕带的我都给你们喊那个重开直播，重开可以是吧，俊俊吃醋受伤路人，泽汉吃醋受伤的事情，开个会怎么开呢？你们要告诉我，我自己也是新手，我也是小白。我真的准备好了，跟你们真的是阿姨，天哪，因为我今天也是坐了很久的车才回来，然后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好晚了，把那个下载到手机上，你说就已经蛮久了。你有腾讯会议的 APP， 我没有哎。会议，又问题是我又没有办法，我不能够出现画面，你知道吗？毕竟你们也知道，就是 BAC 站它是有多么的 AC， 是不是？
啊，如果我也不愿意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因为就是开这个直播，然后啊，然后开了画面的话去影响他，这样不太好。好，先把词说说啊，嗯。上线，你接着说吧，下次再接着说。文艺的 UP 妹妹，海外没有办法进去会议，说听声音。我现在就是想跟你们放声音，然后我自己看啊，我自己滑，边滑然后边跟你们讲啊，啊，对不对？哎，我是 iPad 上面又没有那个，我现在是。东西下在我的手机上面，但是我的 iPad， 我本来是说 iPad 拿来直播，但是 iPad 下了 B 站以后，从 iPad 里面居然没有可以点击开始直播的这个页面，没有这个界面了，不跟手机一样，手机好像可以开 ，iPad 就不能开，啊，他不让我开，然后我就纠结了，我就又想了，我怎么办？我们有画面看几百遍了，我们可以脑补，放不了声音就算了。喂，哎呀，他是你们能告诉我吗？就是除了就是啊，那我要不然我是啊，我该怎么做到呢？本来我是想着说，我说手机可不可以开就是开那种开摄像头的，那我用摄像头啊，然后来拍啊，开出来，然后来弄。但是我的 iPad 上面又没有下载到，我 iPad 又不接收我这个安卓的这种传送，然后如果用 iPad 再重新下载，那又是一两个小时的事情。哎呀，我头好秃啊！啊，我今天镜头对准屏幕，重点是现在我一个就一个手机，然后一个 iPad。然后手机上面有视频，但是我现在在用手机直播，我想用 iPad 直播，如果用 iPad 可以直播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iPad 直播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 iPad 的那个摄像头，然后来去看手机上面的画面，或者说我自己放声音给你们听。但是现在重点是，啊，我没有办法 ，iPad 上面的 B 站它没有直播的这个界面，它点进去只能浏览直播的其他页面，但是就是不能开直播啊。然后手机呢又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我手机一旦开了我之前的那种游戏的模式，那么我势必就没有办法就是控制这个画面啊。那么这个画面的话，就是除了你们能看到，那么 B 站的管理员也能看到啊。那么他如果不避我的话，那就是我的运气好；如果避了我的话，那哼哼哼哈，那也就是那个。我研究一下，你叫我怎么搞啊？要不然还有一个方法，要不然你们谁再跟我连麦？你们连麦，然后麦的那边你们开始放声音啊，我们听到那个声音，然后变成 IE， 有什么问题变 IE， 好吧？吃醋啊，吃醋画面啊，我就问你们。腾讯会议很容易弄啊，我看一下。那你们都有腾讯会议吗？说好，我今天就是阿姨那个演唱会啊，不定我的这种偏差，这啊没能第一时间那个。没有了，然后就行。要不然你们谁跟我上麦吧，聊天吧。来，你们谁想聊天上麦吧，福气喊你呢，来聊天。你私信我会议号了是吧？
那我出去了以后，你们都能够找得到吗？你们能找得到那个吗？会用吧？嗯，